创造营2020门面担当，王艺瑾会被杨幂捧成下一个迪丽热巴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木子悠然，今天聊一聊创造营2020里那个笑起来超级迷人的门面担当王艺瑾。王艺瑾别名王韵轩，1996年12月25日出生于山东济南，中国内地女演员、歌手，创造营2020训练生。看了她的这段简介，大家或许很惊讶，之前大热的电视剧《少年派》里王艺瑾有出演，作为大家公认的门面担当，王艺瑾的颜值还是没得话说的，随手拍的生活照颜值也是非常耐打，而且更多了几份生活气息，甜美的有些上头。她的公司是嘉行星月，老板杨幂不仅自己出演了很多热门电视剧，也带火了很多新人，最引人瞩目的当然要数迪丽热巴、小凤九的形象圈粉无数，后来更是一口气拍了很多热门剧，包括最近正在热播的《幸福触手可及》，搭档型男黄景瑜，还未播出就有超多粉丝期待，毕竟是这样一对超高颜值男女主角。